轰动一时的摇篮基金会执行长命案还处在审讯的阶段。联邦法院五司昨天推翻了高庭的裁决，批准被告，也就是死者纳兹林哈山的遗孀沙美娜，以50万令吉和2名担保人保外候市。那被告今天完成了交保程序，暂时恢复自由。联邦法院五司在口头判决中表示，由于沙美娜在审讯期间充分配合，在考量到被告有4名孩子，因此特别通融批准保释。但在这期间，被告必须遵守5项条规，当中包括：一、护照交由法庭保管；二、每2个星期到临近警局报到；三、傍晚6点至早上8点期间必须留在室内；四、禁止出席宗教场所及家庭聚会以外的公开场合；五、不可以在没有得到法庭批准下离开吉隆坡和八达岭再也。高庭早前则定，这起弑父案在9月开审，现年43岁的被告沙美娜以及2名未成年的儿子，被控在去年6月13日，连同一名在逃的印尼女佣伊卡瓦玉，在八达岭再也市珍珠白沙罗住宅区内杀害丈夫，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，与刑事法典第34条文同读，一旦罪成，唯一的刑罚是死刑。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。